边，喜欢各位所有的好朋友都莅临东社花市，一起来观赏漂亮的郁金香。同时我们现场也有后里著名的凤庄，由南台人班长所带领的凤庄金光凤庄班，带来非常好听的音乐，美景音乐来陪伴出郁金香花季的盛世开始，所培育出来的新鲜的漂亮的郁金香。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享誉全台的广湖话剧团带来的《郁金香花仙子》群星座。